山，下雪下雪下雪。天还没亮就得爬出温暖的被窝，顶着风淋着雨，还要对抗不到湿度低温。阿里山上的哥和姐今天等的不是日出，是下雪。大早离开暖暖的被窝，跑到了阿里山的这个火车站，准备要搭火小火车呢到这个柱山车站。当然呢，除了等日出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等到下雪。阿里山可能会下雪，有没有很期待？期待啊，当然期待啊，大家都非常期待，很嗨啊。周五晚上开始，阿里山就笼罩在浓浓云雾中，绵绵细雨没完没了。水其实够了，就是温度还没做溜滑梯。气象局预估，周六下午寒流发威，海拔1000公尺以上山区都有机会排进下雪名单，当然包括阿里山。这个外面呢一直在下雨，那坏消息当然就是你的体感温度会更低更冷。那么好消息呢，当然就是这样的水汽充足，一旦的温度降到0度以下，雪一定能够下得来的。保暖措施啊，有啊，雨衣、矿泉水、毛围巾、手套。兴致勃勃跑上山，尽管暂时有点失望，大小朋友依旧盼望老天给个面子，期待阿里山林变身银白世界的美丽瞬间。记者刘志展、王正、A 新闻小组嘉义采访报道。